Hello 啊，继续是咸辉的频道，今次继续在广州这里行下嘅。首先想问一下你哋一个问题，你哋有冇试过嗰种故地重游但物是人非的经历呢？因为今日我哋要讲一下东山，加下呢度嘅现状，可能同你脑海入边嘅记忆是有一定嘅差别。东山嘅范围咧就话大唔大，话细都唔细嘅。嗱，我今次咧都系讲一讲传统意义上嘅东山。咁就即系龟岗啊、新河埔同培正呢一边，毕竟呢个地方嘅地标建筑东山百货大楼就喺呢一度。我哋今次嘅故事就喺东山嘅地标呢度开始。讲明先，我对于呢边其实就唔系好熟嘅啫。如果你哋有啲咩见解嘅，咁啊记得留下言，咁一起交流一下。事关其实对于讲广东话嘅人嚟讲，省城始终都是属于我们的一个图腾，有很多东西是值得关注和讨论。首先我就讲一下自己对于这边的印象啦。刚刚都讲过的，我对于这边其实就不是那么熟，很长一段时间都只知道这里有很多的洋楼，就即是刚刚那一堆。我又没有在东山百货这里买过东西，而且我又不是在这边读书。更重要的一样东西是，抽大我的老一辈，在我小时候才说东山那边其实是很多外光佬在住，不是那么啱我们过去玩。我都是大到咁上下才自己掉过来这边玩的。但这么久以来呢，其实我对东山的印象其实都挺好的，因为这里它有一种区别于越秀和荔湾的热闹。这边就不是很大，你慢慢在这里兜圈一个钟都不用，而且它的屋呢是比较有意思，都是那些小洋楼那样。虽然以前很多都是烂的吉的，但是个样子真的比较别致。它这边的路呢就又要上坡又要落坡那样，而且是很窄的，但是其实它走起身都叫做舒服的，因为其实这边的绿化整体都做得挺好。总的来讲就是会觉得这边是很企理的，比较精致比较安静，该有的东西都有，是一个比较舒适的生活圈。当然这样东西呢到今时今日都是这样，甚至变得更加好。那些屋仔基本上翻新修复了，很多那些小洋楼都是对外开放。这里都介绍一下有哪些可以不用钱入去。首先就是这个中共的三大会址，在新河埔那里会有一个门，那个其实是出口来的，如果你是要入去就要过来率孤院这边。这里是不用钱的，但要注意一下那个开放参观的时间，而且这里人又比较多入去参观，所以要注意一下。跟住还有附近的这个柏园，个柏园咧，其实啊喺出边睇落去好似嗰啲私人地方，咁其实佢系可以俾你入去嘅。入边就有时会有啲展览喺度，同埋东山呢边咧，其实系有两座教堂都系开放嘅。其实主要都系呢个浸信会嗰度系比较值得去睇一睇，咁但系要注意一下，佢系星期日先可以入去睇嘅。当然你说免费的地方可能会很多人啊，影响你的观感啊，其实去一些比较私密精致的地方都有的。因为这里都开了很多的店仔，咖啡店啊、精品店啊、西餐厅之类一堆都是的。当然啦，这些店呢都是开了就执，执了又再开过。你家下看到见到的店呢，可能到你过来这边打卡的时候呢，它就没了的了。因为我之前来过的知道那几间呢都已经换晒了，所以你那时候跟他或者跟他在这里的有过的欢笑，那么真的得回个记忆的啫，那么见证着那时候开心的地方呢就已经没了。东山这个地方是因为东山寺而得名，但是到家下呢那座东山寺呢就基本上影都没有了，同样是因为东山寺而
得名的自背通樽，就一直在这里见证着一批又一批的小朋友变成大朋友，见证着东山并了进去越秀，都见证着这里由那个小资聚集区变成这个所谓的网红风湿地。为什么说这里是叫风湿地呢？因为那些新一代的小朋友说东山这里太潮了，觉得潮得就是会噏到关节风湿。但我觉得这个名字真的九不搭八，不伦不类。其实在以前的时候，状元坊啊、乐府的时候是更加潮，因为那边是又有嘢食，又有嘢卖，又有嘢睇，更加会有嘢玩。你真的会那时候说喂去街了，去街了，那就去那里了，基本上是会去那边兜。可惜的是那些地方呢基本上都是被那个岁月去冲走了。潮流这样的东西流了过去就留不住，你再湿啊，被啲风吹多几嘢就干嘅啦。咁啊，如果系吹北风嗰阵时啊，直情干到爆添啦。其实讲真啦，东山呢一个地方潮同唔潮其实影响唔到佢。毕竟呢个地方咧，大大话话都出咗名好耐，大概有百零年咁上下啦。因为东山咧，都算是广州文化的代表嘛，堆咁嘅名校在度，唔出名都好难。实在想不明呢度有几咁潮。庙前直街呢度咧，就系位于潮流嘅漩涡中心，成个东山最多潮人潮店嘅就系呢度啦。这里呢就真的很热闹了。其实我觉得呢用圈蛙这个词呢就比较合适。小洋楼这边有几栋挺好看的，那多数人影相都有在这里做背景。但是那些小洋楼其实这里又不是很多的，只有个十几栋。在广州其实最出名的建筑呢都是在荔湾那边的骑楼。真的想不明白为什么这里会变成这样的。日光日白的东山可能会即让你觉得有点发燥，这么多人在这里，早上的时候切出这么转。但是夜晚的东山就依然是岁月静好，在街上行的人又落班回家的打工仔，又吃饱饭出来散步的宿妓和衣妓，当然有那些过来打卡的游客，但基本上夜晚在这边节奏都是很慢，生活嘛不用经常那么急的，因为你日头都做了这么久了，夜晚应该俾啲时间自己松一下嘅，唔系使整下整下个人好容易沉，又可能对生活失去咗兴趣，所以其实俾翻啲啲咁多多私人时间自己都系好嘅，因为咁样样好多嘢都可以解决。不过喺呢一个过程里面咧，你首先要学会重新咁认识自己，同审视身边嘅环境。当然啦，东山呢度白天热闹嘅地方，到夜晚都系一样咁精彩。廟前呢邊依然是五顏六色的，但是夜晚就給人的感覺會比早上好像多了幾分活力，沒有那種令人煩躁的感覺。而龜崗啊、儲錢路這邊呢，相對於白天的話就好像多了幾分柔情那樣啊，可能是因為早上那時候的視覺看東西就什麼都看得太清了，我哋
更多的是用理性的思维去做事啊，去看事，即是我讲朝早的时候，夜晚入了黑之后啊，应该我们看得不太清啊，我们更多的是用感觉去触碰周围的事，所以就好像会有一种错觉咁样咧。夜晚的东山是会俾人觉得有啲几写意下，就好像回到以前一样，悠哉悠哉。东山口以前是一个小山岗嚟嘅啫，咁啊嗰啲有钱佬就自然唔会同你嗰啲普通人住埋一起，普通人多数就喺荔湾嗰边聚居嘅，所以就喺广州嘅呢一边，咁啊起嗰啲咁嘅小洋楼喺度，自己喺度住。住得最多嘅咧，咁啊就系嗰阵时嗰个国民政府嗰啲官员。如果你喺度睇下嗰啲木制嗰啲简介咧，就好多以前嗰啲比较出名嗰啲人都喺度住过嘅。我哋家下对于呢个地方之所以会有啲失落感，其实系因为你霎时间觉得过嚟呢边嘅外地人好似多咗，讲广东话嘅人突然间少咗，有啲唔适应。但系可能对于东山呢个地方，100年前其实就系好多外地人喺度嘅，广州本地嘅人反而系少嘅。其实广州嘅夜景是真的挺靓，你在哪个地方都是，你在旧区又好，在新区又好，其实新区其实就是珠江新城那边啫。但我始终觉得是旧区会比较吸引，因为它有岁月留下的痕迹嘛，就好像人那样啫嘛，不经历过，你又怎会长大呢？其实对于我自己来讲呢，最遺憾就是這個電車站，之前其實都挺有代表性的，但慢慢慢慢那些有兩條邊的電車就越整越少，個站裡面的不少電纜都拆了，咁加下來這邊的車其實少了很多，所以個站都顯得有點靜，跟旁邊那間茶餐廳一樣，就是廣州第一家的茶餐廳，咁真是好不好彩了，個車站同間茶餐廳都係，只可以喺記憶入邊回味。過去係美好嘅，但係家下咧，始終都要向前走啦。今次嘅呢段片咧就已經接近尾聲啦，咁啊好多謝曬大家嘅收睇嘅。咁喺度希望，如果段片你覺得仲 OK 嘅，咁就記得點下讚，同埋最好就訂閱埋我頻道。在拍呢段片嗰陣時咧，我係有一晚係搭巴士走嘅，咁就咁啱部巴士經過海印橋嗰陣時，我見到窗外邊咧嗰個其實珠江夜晚黑係幾好睇嘅，咁咧我就喺度放上嚟，咁啊你哋都可以睇一下，幾有我覺得幾有意思嘅。咁啊好啦，我哋下次再見啦！下次繼續都係喺廣州呢度兜一兜，去一個大家應該都好熟悉嘅地方嗰度兜。